大家好，我是王狗。相信蛮多人都有看过一部漫画叫做《猎人》，里面呢有一段胖老哥被自己的幻觉还有耳语逼疯的剧情。这个都市传说最后就是会产生这样子的状况，会召唤出黑暗的自己对你说你以前所做过的坏事。下面的我应该要掌教，你为什么要霸凌那个同学？这个都市传说呢，需要准备一张纸、一支笔、一盏小夜灯、六芒星的镜子。接着在午夜十二点的时候，把准备好的纸跟笔放在镜子前面，对着镜子说 ：“Show yourself, my son, conscious self。”一直念，一直念。据说有的人是念一分钟，有的是两分钟，甚至到30分钟。异状呢，通常有两个。第一个是你会一直在耳边听到有人对你讲说以前做过的坏事，你为什么要翘课打网咖？第二个呢，就是你的手会不自觉的写下一些东西，是你潜意识的自己要跟你讲的话。这一次呢，我特别选择在厕所做这个都市传说，或许几率会比较大。OK， 那我话不多说，我们等十二点准备开始吧。OK， 各位，现在时间已经十二点整，即将要开始进行这个都市传说。那纸跟笔我已经准备好了，看我会不会写下什么，或是听到什么。Show yourself, my subconscious self. Show yourself, my subconscious self. Show yourself, my subconscious self. Yourself, my subconscious self. Show yourself, my subconscious self. 我觉得没有人反应。我觉得这个都是传说，应该是没有任何东西。出去又回来，转头回来。Show yourself, my subconscious self. 没有长脚啊。但是我还是有蛮多话想讲的。那我们就后续改天见吧。OK， 拜。长脚那么多，到底长什么样子？各位，又是我们后续感应的时间啦。那这一次做这个都市传说呢，我觉得会听到幻听或者是幻觉，大部分原因都是压力大造成。要我认识一个人，然后他没有小拇指，他常常会有产生一个现象，就是说幻指，觉得说他的手指还在，也不算是一个精神疾病，就像是幻觉、幻听一样，有的时候是突发的。我觉得这个都市传说蛮大的一个进行这种东西的样子。应该说，大部分都市传说都蛮多事。那我也大概想跟你们讲一下我的心路历程。前一阵子我不是有在比较征召一些悬一点东西的人嘛，那就认识蛮多，就是养小鬼啊、灵异体质啊，蛮多这种人。那一阵子我就是蛮有点被框住了，因为其实我是基督教，不会说我不信他，但是也不会说 care 说他到底真的在不在。但前一阵认识这些人之后，我会蛮 care 说他那些东西真的在。但最近呢，我就比较少接到这些私讯，然后也少去接触了这些人，又回归到我现在原本的感觉。这些东西感觉又是可以全部都以科学解释的，就像我失眠失眠好了，就有研究统计说，当你看完恐怖片，你会有80%的几率在一周内都没有办法熟睡之类的。因为我不光是看恐怖片，我是自己下去玩，更大的可能就是会失眠的更严重，气色不好也有可能是因为我晚睡熬夜造成的。我发现GoPro是很喜欢自己动不动就关关开开，你们家的GoPro应该也会吧？因为GoPro是可以声控啊，GoPro关机，对吧？但怎么说也都是没有用，因为今天我真的就没有发生任何事嘛。OK， 我今天都市传说就到这啦。那如果喜欢YouTube频道的话，可以帮我点个喜欢，谢谢大叔王狗，下次见，拜。